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请出席委员推选临时会议主席。立法院第125届经费稽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程，时间中华民国109年4月17日星期五中午12:10至14:00，地点本院群贤楼101会议室。甲选举事项一，本125届经费稽核委员会依立法院经费稽核委员会组织规程第四条规定，每会期应选召集委员三人，并请决定轮值办法。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出席委员共同要推选，目前是九个委员，我们要选出三个。以前惯例就是来的三个，不是？啊，惯例啊，惯例是出席的要当召集委员，还是我们要陷害那个没有来的？来，王委员还是赖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因为今天看起来只有我们三个出席耶。可以哈，我们三个当召集委员。那轮值顺序。好，那再来就是我们三个要讨论一下轮值的顺序。好，那这个也是第一个嘛。那这个月就由我担任轮值了。那下个月，哦，好，赖委员。那再来就是王委员，这样可以哈。好，好，那我们就很快速的选出三个召委来。以讨论事项，本125届经费稽核委员会每月例行会议日期，请公决。惯例都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中。本届经费的稽核委员会的例行会议就是在每个月的第三周星期五中午。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就决议每个月的第三周星期五就为我们的本届经费的稽核委员会的例行会议。好，决议。丙，报告事项。一，本院109年度预算执行情形报告，截至109年3月止。好，那到三月底的预算执行情形，我们请主计处的黄处长营销报告。主席、各位委员，立法院109年度截至三月份止预算执行情形报告。有关109年度截至三月份止预算执行情形，详如附表一、附表二。仅就税入类经费类项目重点说明如后：第一，税入类109年度税入类截至三月份止累计分配数529万4000元，累计实收数536万7000元，主要系财产收入508万5000元所致。第二，经费类109年度经费类截至三月份止累计分配数10亿5493万9000元，累计实支数9亿5700万2000元，执行率90.72%。主要区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委员问政专项经费，包括委员税会及工会等六个工作计划，截至三月份止累计分配数4亿4161万1000元，累计实支数4亿312万8000元，执行率91.29%。
主要包括委员税工会及选民服务会、工会助理酬金及加班费等人事费，3亿7668000元。委员也就是住宿会馆、水电通讯会、委员团体保险、办公事务会、国内外旅会等业务会2321万元，党团补助会331万元。第二，议事行政资源经费包括一般行政等六个工作计划，截至三月份止累计分配数6亿673万8千元，累计实支数5亿5354万4千元，执行率91.23%，主要包括职工薪费、保险及退休除金等人事费4亿4343万5千元，院区水电通讯会、资讯服务会、国会频道委托转播等业务会9785万9千元，国会图书馆图书资料库购置等设备会1185万1千元，退休职工三节慰问金等奖补助会39万9千元。第三，一般建筑及设备经费包括营建工程、交通及运输设备及其他设备等三个工作计划，截至三月份止累计分配数659万元，累计实支数33万元，执行率5.1%，主要系治安防火墙管理平台等两岸已完成验收，课政准备请款文件中，另109年度软体授权采购等案正积极办理中，至影响预算执行进度。以上系本院109年度截至三月份止之预算执行情形，均依业务实际需要及规定程序，本遵节原则核实检讨办理。整体预算执行上升正常，仅就重点内容扼要报告，敬请指教，谢谢。你跟我来过不讲没关系，来这两个下地层，我想到就抓来往五分的来。好，那个。跟我讲，提前要提前要先啊。好，我们先协调一下好了，哎。先暂停一下，我们先协调一下，好。好，先暂停五分钟，我们先协调一下。好。
这边在刚才讨论过后吼，再重新确认一下，说那个召集委员的部分由我王婉玉委员，然后赖慧媛委员和翁崇军委员担任召集委员。那轮值的顺序为今天是这个月是我，然后下个月是那个赖委员，然后六月是翁崇军委员。然后刚才会议的日期应该都如同上刚才所述，然后我再重述一下，因为有新的委员的参与，然后我们再重新确认一下。那决议本届的经费稽查委员会的例会日期会定在会期间每个月的第三周的星期五中午。那诸位委员是不是都同意？如果都同意，同意就照决议通过，谢谢。刚刚这个已经报告完了。那刚才报告事项的部分，刚才也已经有先报告过了，就是确认一下说比较后来加入的这个两位委员有没有需要再重新宣读一次决议事项那个报告事项的部分。就是109年年度预算执行的情况的报告。那我们现在例行主要会议。例行会议就是刚刚提到的是每个会期里面每个月第三周的礼拜五的中午。所以那报告事项的部分，如果委员没有意见，我们就照刚刚宣读过的部分，我们就没有再重新再继续一层。好，了解。好，所以这边宣读一下，就立法院109年度截至三月份为止的预算执行情形报告予以备查。以上，还有其他人？那委员这边有没有要提出临时动议的部分？赖委员请说。赖委员，好，问委员请说。在预算执行的情形，我们现在大概执行力的部分比较少的，就是一个不会交的业务嘛，哈，还有一个是委员的会馆，还有问政的相关业务，那还有就是一些业务比较少的。你可不可以稍微把这三个基本的事情交代？可以请相关部会说明。请主计处处长说明，谢谢。主席、各位委员，主计处补充报告，那个国会交流事务主要执行率低的原因，主要它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委员10万块出国外出国旅游的，那目前只有报支80万元，也就是说只有8个委员从事出国。那主要他执行力，也就是跟我们分配数也有一点关系，所以主要是委员未及出国从事国会交流活动。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院长率团出国的，因为现在刚开始而已，所以也是执行力比较低的主要原因。那委员会馆今年最主要的是有换届经费，他有一些委员房屋修缮的部分，那这个陆陆续续在执行中，所以资讯服务跟房屋建筑养护费用也是比预期的要稍微执行慢一点，嘿，这是第二个主要的原因。那另外就是其他设备主要低的是主要是治安防火墙管理平台哦，那里有两案，是一个治安防火墙平台260万6千元，还有社群口碑资料库订购案134万5千元，这个已经完成验收了，只是准备付款。如果这个两个如果已经付款了，那就又有执行率占了65%。那因为资本支出刚开始执行都是稍微慢一点的，所以以上执行都还算正常。以上补充报告。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立委的交流又是2260，那所以大概我们就留了2000万要给。对，最主要跟委员报告哦，国会交流事务费就是2260万，是委员出国每月每人10万块嘛，那个两会期，那其他2000万是院长出国、组团出国的相关经费。那因为截至三月份止，我们是按照秘书处分配的情形，所以他到三月份止他是分配600万元，那实际的支出只有129万1千元，所以在执行上是比较有一点跟预计的情况是有一点出入。以上补充报告。那个院长，这个有另外一个，但是要出访的时候，就是其他人都分配。好，
我跟秘书处那个嘿，好，谢谢。另外接下来就是那个。另外就是那个，我们现在会馆的那个资讯的，等会进度，资讯设备的进度比较慢，那个怎么回事？请资讯处报告，谢谢。委员跟您报告，都已经执行验收了，但是还没付款啊，立刻会付款。好，已经验收通过，谢谢。我现在问的是，大概是你们那个都已经验收，只是没有付款而已，那多少钱呢、啊？执行率的部分，如果验收通过、付款完成之后的执行率。应该是260万左右。多少钱？260万左右。那还是这样子，还是那个，还是有剩的。那个你不要讲嘛。你刚才你别讲了，讲了。啊，你临时动议啊？临时动议，现在要讲吗？那现在已经是临时动议了，请代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哈。那个，我想本席哈要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沟通哈。我住在那个大安会，我住在那个台北会馆。那台北会馆的一个就是会馆的一个原址，我听他们讲说，据说是以前神议员住的地方。那我到底是要问谁？谁是让我备询的？总务处，请总务处，谢谢。总务处。是，委员好。是那个是处长嘛？是处长，我想哈，我在这里要跟你做一个探讨，因为我是住在那个台北会馆，那我长期就是从到职这段时间一直就是住在这个地方。那在这个地方，我想我不知道，就是说处长，你去过大安会馆还有台北会馆？有。那在这个两个会馆里头，我想先从这个冷气，因为我们知道说那个大安会馆，它从中央空调改成分离式的一个冷气，已经是接近了五年，然后就是台北会馆一直到现在还是中央空调，所以在这里我希望你给我一个资料，就是说这个中央空调它是多久维修一次？它是多久维修一次？还有就是你这个近三年的记录你都要给我。还有一段就是说，我觉得其实在大安会馆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不知道，台北会馆这一边其实真正的住在这个地方的委员，我想这个数字你们大概也有一个统计哈，你们也有一个统计。可是针对这些委员，其实我觉得你们跟我们住这样的一个空间，事实上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不恰当。同样都是委员住在两个会馆，那个待遇差那么多。我在这里哈，我2月1号就职，那个就职的前一天晚上，就是我的家人跟我一起到会馆来住的时候，我的家人告诉我说，哇啊，怎么给国会议员住这样的一个空间啊？甚至我在这里要跟处长哈那个做一个询问，你知道我们的水龙头每一天早上我都在那边哈拉不起来，为什么？这个水龙头已经太久太久了，所以我觉得你必须要有一个积极的作为啊，不然我每个月我就是一直找新的问题，一直请教你。我想这个是哈，我今天还把这个台北会馆107年1月到109年2月份的那个电汇，我全部带来了，这些资料我全部收集了。所以我想就是说，在今天的一个那个提问的话，我不要把问题讲得太清楚，我希望你有一个积极的作为给我。
还有一段，就是说，我也希望你再来跟我做一个报告，就是说，我们会馆的那个柜台服务人员陆续的退休，目前我们知道，就是说，你们尝试是不是要那个做一个委外的一个外包公司的一个人员的进驻？我想在这里，我要非常严肃的跟你做一个建议，你们所有服务的都是国会的议员，这样子的一个委外，这个一样的保全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委外，这个实在是非常的不妥切啊，非常的不妥切。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说，重新来做一个那个计划，好不好？好，谢谢。那个刚委员做的说明哈，那个大安会馆大概已经使用30年了，台北会馆大概使用20几年哈。那这两个会馆确实是有委员一直在反映说，里面的设备、钢板设施里面是比较差了哈。那大安会馆的空调，我们在大概4-5年前已经换成中央的那个变频空调，所以大安空调里面是独立式的使用，目前都没有什么问题。那台北会馆最近，我们在当初一起换的时候，那个时候台北会馆的空调还没什么问题。可是最近的话，因为又经过5年多，确实状况也比较多。那因此针对了委员，不只是赖委员您，甚至前一届的委员也有提到过，针对我们这两个会馆的这个设备设施老旧的问题里面，那么立法院已经拟定了一个中程计划，从明年开始，我们准备编列1.7亿的预算来整个整体的整修整个这个两个会馆。那会馆不只是只有，甚至外墙也要整修。外墙部分已经很久，我们经常有那些那个瓷砖剥落的情形，甚至连它的那个对外窗户也要做整修。所以这么近，我们等于是编了1.7亿部分里面，明年做规划以后，利用2-3年的时间来做整修。所以我们是有这个整体的一个计划在这边的。那至于刚才委员很强调的，就是说台北会调的空调部分，我们会并到明年的中程计划里面一起整理。至于说维护的部分，这部分跟委员报告。中央空调的委外维护里面，每3个月就要维护一次，这是我们有委外厂商来做的。那最近因为疫情，我们不只是要求它，甚至1个月要维护2次。所以我们对于空调的部分里面，事实上或许它的效果可能是没有像大家那么好，但是事实上它在维护部分里面，我们也是配合防疫措施来做处理的。所以这两个部分要跟各位委员做说明，我们有一个中程计划会整个做整体的整修。那因此以后在整修的时候，对于我们里面的我想委员很会在乎里面的所谓内装到底应该怎么做，这一部分我们会来充分征询委员的意见，会来一起做整理。这是第一部分关于就是大安跟台北会馆整修的部分。第二个部分，刚刚委员有提到过，就是说会馆的柜台是不是要委外的部分，我想跟委员做一个报告。整个住宿会馆里面还有3个部分，一个就是日间的柜台、夜间柜跟房间部。那目前有问题的话是房间部的问题，因为有些同仁里面，他可能从外面调进来以后，从事了一段时间房务的服务之外，他可能就认为他可能身体各方面已经没有办法了。因此针对这个部分里面，院里面也是已经成立一个专案跟院长报告过了，我们柜台的部分不会委外，也就是说柜台的服务维安这一方面里面，完全是因为是服务委员，这是国会的议员，绝对不能够有失态或懈怠，这部分不会委外，只有房间部委外。但是我们房间部要委外的时候，也面临一个问题，有些房间部的同仁，他因为不愿意调来院里面，他不愿意，就是不愿意放弃他的一个房务工作，所以我们是部分委外，有不愿意做的人，我们就委外。那他只要愿意继续在从事他的房务工作的话，我们会保障他的工作权，让他一直待到他退休为止。所以我们目前是以因应这个方式来做这个情形的。所以跟委员报告，事实上这个案子里面确实是院内里面非常重视的一个案子，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这方面的一个措施里面会顾虑到整体，也会注意到所谓这个同仁的工作权的部分，请委员放心。好，处长，那我再请问一下，是就是你从明年的开始执行这些整修的工作的时候，那我们这些委员要住到什么地方去？我们也是继续住在这个地方吗？这个部分是我们面临一个两难的问题了哈，就是说，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我们目前的初步规划，假如要整修的话，应该是一栋大楼空出来整修会比较彻底，否则假如说一边在使用一边整修的话，可能我们就要分楼层去整修，那
准确。那这样的话，对于委员可以继续使用，可是它的效果就有差。那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可能等到时候要用什么方式的话，可能院内会拟一个政策，来要经过党团方面跟各委员来做说明，再来做决定用哪种方式来执行。你钱都已经就是规划了，那你到现在要安排我们住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还是说你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下去维修？第二个补萨啥？跟委员报告不是这样对吗？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刚是你我听你讲的啊，是我们先把经费框列出来，是我们在做细部计划的时候，事实上就会针对到各个碰到问题里面来做一个规划，那个时候就会明确的方向出来了。好，是好，我们期待，好不好？是，谢谢委员，谢谢。然后另外就是针对那个水龙头的问题，是不是应该可以做一个明确的处理，或是就是比如说他们遇到使用上的困难等等，可能就是要提前那个委员只要随时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透过我们跟我们直接总务处联系就可以了。那我们假如说刚刚这个说明，假如委员认为还有哪些资料需要我们提供的话，我们再来跟做委员做说明。好，以上报告，谢谢。谢谢。你等一下哈，那个是。我刚刚提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说我们现在委员的那个电脑，是委员的电脑有一部分是已经给我们的啦，是啊，好像有一部分大概现在还在等，是不是这样的？还没有完全给我们嘛？这一部分我们知道，我们的电脑都是委外租的啦，那就是实际配发情形里面，可能要请资讯处来做说明。好，那资讯说明一下，这个我们。有一些委员的电脑要怎么处理？好，那个各委员研究室的电脑我们都装了，现在还有一台，有一台那个笔电是因为断货，货到了马上就会分配了。如果说有特殊的需求，就是请委员办公室看怎么样再跟我们联系。好。要什么时候给我们？可能要五月，因为那台是断货的，所以是因为最近电脑很缺货。吴委员这边遇到的是说笔记型电脑还没分配，还是桌？我在想是这样子。桌上型电脑已经都装了。对，所以确认一下，说是桌上型还是笔记型电脑？那个笔记型的啦，笔记型，桌上型的应该都有了啦。对对对，因为笔记型电脑可能有。你们应该是这样协调了，就是说，因为二月份到五月份，它毕竟还有三四个月嘛。那如果像这种情形的话，我倒觉得说你们应该协调他，在新的电脑没有给我们之前，他应该要提供一个电脑先暂时让我们使用一下。好，这样子可能会对委员会比较方便。好的，谢谢委员，我们去协调。那原本还有分配一台 notebook， 不少委员没有拿到，因为是两台 notebook。对啊，两台，对啊。对了哈，第一台已经拿到了嘛哈。好，那第二台我们去尽量争取，谢谢您。这样可能大家在使用上比较方便嘛哈，好不好？那其他委员有临时提议。好，大家好啊，因为是第一次来开这个稽核委员会，有点不大了解状况。我是想到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哦，就是因为这次因为疫情的，就发现就是说空间如果都是密闭的话的，其实对大家的就是说防疫是不大好的。那先不要讲我们这个会议空间好了，就委员的办公室的，我就发现那个中心大楼有非常多间办公室连一个窗户都没有。那我问过其他的比较资深的委员，他本来跟我说有那个紧急逃生口，必要的时候可以把它打开来透透气。就我发现我是在中心大楼207，应该是我那间跟有好几间连紧急逃生口都没有，我觉得这不只是一个防火上的一个安全的问题哦，它就防疫来讲的话，也对我们的员工非常的不健康哈，因为我们开会一两个小时可能就算了，他们基本上是连加班都在那个完全密闭的空间，那比较没有安全感的人都会一直戴口罩。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心大楼当年的建筑真的是一个非常不环保，没有一个健康概念的一个工程哦。那过去就过去了，现在如果有营造的经费的话，是不是可以依序把不管是哪一个，只要是属于办公室哦，员工长期在工作的，优先就是说花一点经费让他可以开一个窗子，因为他们整个都是玻璃嘛，那只要找玻璃业的加一个钢条或什么的话，也许可以处理。我觉得整个办公室就是说，像我有八个员工在那儿工作，
那真的是非常的不健康了、啊。那这不只是劳动安全的问题，也是危险的问题，因为那个防火窗也不在我们那儿哦。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就是说，依序，就是说看经费的缘故，就是说排一个顺序来处理这个问题。跟委员做说明哈，中兴大楼它因为四面有三面就是面临济南路、镇江街跟我们的这个前大门这边嘛哈，那目前会有窗户的部分，大概应该就是靠近镇江街跟靠近大门那边两边是有，它有一个类似一个逃生窗，它玻璃帷幕可以打开的。那目前比较麻烦就是说进电梯那一间，它应该是在中间。它是中间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做专门的做。那假如说有能，整栋都有一间，是没有错。一整栋就有九间，没有错。跟委员报告，地下室一楼更惨，地下室一楼完全在里面。第二是一楼里面甚至几乎都没有，所以就是我们当初中兴大楼它并不是针对我们委员研究室而设的，而是原来人家现成的一个大楼，我们把它买过来当委员研究室来使用的。那所以假如这个部分里面我们目前是有空净清净机啊，我们假如说空气机不够的话，我们再补足这一部分，希望能够让里面的空气能够再合适一些。可是你们可以找，因为现在的建筑日新月异，就是说可不可以找人来评估一下，如何就它那个玻璃稍微改一下？譬如说你是从第一楼到九楼一整排对上去都不行嘛，它中间就建筑上做一点改变可以处理，因为地下室不能处理那就算了，对不对？那如果能够处理的话，是不是能够解决这个？这个我们可以找人来研究一下，只是说假如外面是属于大理石墙的话，就会比较麻烦一些。我们来研究。玻璃，我们整个办公室靠那个是镇江街，那整排都是玻璃，只要是玻璃就可以解决。镇江街那应该可以啊，没有，那个窗是一定可以开的。我猜那里没有，那我马上请人去那里就是来联络。两个部分就是针对委员办公室先确定，是我们先确定有玻璃的部分是不是有窗户啊？如果针对这些本来没有对外窗的部分，是不是能够先评估一下，在结构或是在这个建筑构造上是不是有这个机会，先做一些初步的评估，这样好不好？是好，主席，谢谢。处长，我再来补充一下，如果就是说针对的这个每栋，就是我们中兴大楼的所有的楼层的那个，105、205、305哈，这个加装就是空气那个空气净化机，好，对，是不是可以就是说它是天花板？你们现在那个给我们用的这些那个就是分离器，这个好吵啊。很吵，是那个牌子不要再用了，实在是那个效果非常差。跟委员报告，下去以后我马上请那个研究会馆的科长来跟委员研究室联系，是看怎么处理啊。好，谢谢。是，洪委员还有。另外，我再做一个建议哈，我们这一次那个资讯处那边呢，资讯处我们这边这一次发的那个 iPad 哦。我们对这一次租的那个 iPad， 我觉得那个好像是比较低阶的啦，我感觉到应该算是比较低阶的。那它虽然是第七代的，但是应该算是不是比较高阶的那种。Notebook 是请委员选的， iPad 我们是统一就选颜色了，就请委员选颜色，因为公开招标的关系，对，所以有时候就有点。我现在是建议这样子的。好，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说，因为我们今年大概因为疫情的关系嘛，所以大概可能大家就是公开的活动会比较少一点。是。那很多经费可能会因为这样子也有一些结余。那我们现在。一方面我们是希望大家增加消费或者增加投资，让我们的经济成长率不要太难看，所以假设有太多的结余的经费，我倒觉得我们可以考虑，就是说现在因为 5G 的时代已经开始了，那 5G 的时代开始了之后，假设在配备上面我们给委员有这样的一个配备，有多余的经费的时候再来考虑啊，就给这样的一个比较新的配备，对委员在问政或者在做选民服务的时候，也许也会比较周到一点，或者是速度也会比较快一点哈，因为大家都很忙嘛哈，所以我是建议说，假设今年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假设有比较多的结余的经费的时候，你们可以再考虑再
添购给委员比较新的设备，让他们在做选民服务问政上面可以比较方便一点，好不好？好，那个首先我们会把那台新的 notebook 先赶快追到货啊，给委员送过去。那委员的建议我们会考虑。不过资讯经费通常是防疫经费里面最需要的，我们用得很凶。以上报告。你说，范委员。大家好，我是范员哦。我还有一个关于那个经费使用有一个疑问啊，吼，因为就是我们每一个委员的那个加班费，基本上是实报实销，所以没有用完的话，等于就是无法使用哦。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在大学的时候，譬如说属于我的研究计划经费，如果不能用完的话，我都可以把它申请，就是说转用其他的部分。因为譬如说我们的加班费其实占我们的经费比例是额高蛮多的，可是我并没有想要我的员工加班这么多。那事实上就经费使用上，我不就等于是？这些经费没办法在我问政上做别的用途，能不能转成说，譬如说员工训练费用，因为它是属于员工的嘛，那我们可能是年度办一个员工的训练的活动，而不是属于加班的性质，对，就是说能够有留用的这个弹性啊，属于加班费的部分，可不可以变成是员工训练或者其他的相关项目？可以请人事处说明吗？主计处。每个月的嘉宾，花委员哈，我们工会助理的加班费啊，每位委员是编84872嘛，是每个月，对，每个月。每个月，所以这个加班费是每个月要提报，要提报，哎，没用完就缴库，哎，对，那这个就缴库这部分，您能不能跟主金那边的预算说有这个弹性呢？主金能不能去争取？因为我们过去那个学术界用不完的经费也是缴库，可是后来就有个弹性，就是说，大家觉得这样子导致很多人会福报、虚报、假报，那不如的方式是说，他基本上可以第一个在计划的过程中申请留用，他当时预算这个部分他用的写的不好，他可以用到别的计划，虽然只要合理的话，会计这边都会批准。哦，那如果到最后还有剩钱的话，譬如说学校会让你就变成学校扣了管理费之后，就变成你这个人未来研究上的一个自由使用的一个弹性运用金。我觉得这样比较可以鼓励，就是说真实的实报实销，不会有任何的一个滥用，想要把这个钱就是说滥用的状况。包委员，这个我们再来跟我们主计处，我们再来协调看看，看这个主计核销。你们应该是主计处哈，主计单位你们稍微考虑一下哈。你比方说，像我们呐哈，有一种情形很可能是怎么样？司机的底薪不管呐，但是他加班的时间会很长。他有时候他的加班会甚至要，因为他跟着委员在跑嘛。所以书记，你们这个部分看看要怎么弹性。他刚刚委员讲的，我是觉得说最重要是要怎么有一个给委员有一个弹性，对，给他们一个弹性。而且走力一旦上有上下班时间，但是司机他绝对没有上下班时间呐。啊，司机的加班费你说要照他的，因为超过那个啊，可以把做派出力耶。所以你看看要怎么弹性一点。啊，另外就是吼，对，委员。讲的我同意了，因为我们人事处啊，就是编列预算嘛，啊，包括作业，其实他的实际审核是都是委员才知道他的实际状况。我们人事处啊，这个报资可不可以保留或是弹性，我们再来跟主计处研究。再跟主计单位。另外吼，哎，我再跟你做个建议啦，我们这个几个同事在这边，几个委员在这边聊吼，我是觉得吼，像委员坐车多一点时间哦。你们也不要拿出来了。我来讲吼，未完跟未完的中间是怎样？假设说我们的整个总 total 的时数有超过了，那我们要拿出来检讨，那是 OK 的。啊，像我的用不完，
蔡委员他想多用一点啊，给他用，我们之间大家感情都有，一家用几点钟啊，他要紧。你不要把立法员当成我们都没有感情的，所以我是感觉讲吼，就这种你帮都退出来啊。上惊是讲，比方说这个月我们所有的 total 总 total 的时数，我们是超过了，那当然我们要检讨一下啊，哪些超过的部分要怎么去精简。假设没有的话，我们委员之间，我想大家都还有一点感情，不要去谈那个超过。所以我告诉你，如果我也做不到几个小时啊。啊，我们也不会那么小鼻子小眼睛底下看一下，啊，最后就帮他退出来了。那个跟委员报告了哈，就说现在委员的时数就是每个月固定80小时的话，那之所以会提出来，这是因为以前经会稽核委员会有决议说要拿出来的啦。那假如说再做决议说不要拿出来，我们就遵照来办理。我们的建议主席。我们今天不是不要拿出来，我们今天是说可以互相留用嘛。比如说有的委员他就是用不到嘛，有委员就是需求比较大嘛。这因为每个人选区各的情形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决议就可以了嘛，可以留用，反正是我们自己决议，也不是你们说了算的。跟委员报告，刚刚所谓讲是说超过80小时不要拿出来这边公布，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我提的是另外一件，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人跟我感情好啊，他用不到啊，他时间要给我用啊。你们是为了不让，你们是为了，你们是为了主席，他们是为了说让那些员工的加班数不要超过嘛，对，因为人数有限嘛，资源有限，没错嘛。那如果委员彼此之间觉得，哎，我这个月比较没有跑，他这个月比较跑，那大家互相留用，这样就也这样也合法嘛，这样我们决议就好了嘛。没有这一部分，所以我要先说明一下好不好？那我说明一下，跟各位委员报告哈。现在111位委员来使用车辆的话，我们现在目前只能够指引说每个委员里面80小时，然后原住民90小时。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很多委员他的时数他没有用，他没有用。那今天假如说那个来用的话，也有可能时数会爆掉，会爆掉。这是第二个一个说明。我们之所以滚动的检讨，我们之所以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规范说80跟90，事实上是我们是有经过精算的。也就是说，我有多少个驾驶，我有多少个车，他每天必须要服务多少车辆里面来精算出来的。之所以目前还够用，而且甚至会有一些余裕，就是因为很多委员都没有，所以这部分可能委员要跟我们报告。我们这个派车的方式哈，经过了这大概差不多5、6年以后，目前才算稳定到一个大家都很公平合理的情形啊。所以我说希望说这一部分里面还是请委员来支持我们目前这样一个规范。那假如说委员说，超过80小时不可以不要他说，我们就不要他算，这个没有，我们绝对没有问题，我们就是遵照经会稽核委员会的那个规范来做办理。所以这部分要各位委员有意见，如果说要拿掉的话，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就是不要拿出来，不用特别提这个80小时。两个提议嘛，第一个就是不要拿出来嘛，第二个就可以留用嘛，就这样子吧。我们决议嘛，反正他们是遵照决议办，他是行政人员啊。你就不要拿出来吧，留用的部分我们可以先看一下状况。留用是指互相的留用，那个你范云的时间给我用。跟委员报留用部分是不是让我们再研究一下？下次提出来好。陈委员可能留用部分跟委员比较难一点，到底它影响性会怎么样子？要签名嘛，那就比较难处理这个留用部分。我们是不是因为八十小时其实也没有说限制不能？同意啊，比如说我要他时间，你要同意啊，对啊，我要去跑，就像我们今天都要找他签名一样。我知道意思，但是因为现在我们是不是先处理八十小时以上？因为也不是说超过八十小时就不能用嘛。现在现实状况是超过八十其实还是可以用的，只是没有。对，但现在其实就没有跟委员报告。先处理这个八十小时以上，我们不用特别来做这个讨论。之后我们再看一下事情一阵子之后，我们再来看是不是要这个再进行留用，因为我觉得留用可能还要增加一些行政上以及这个各委员之间的行政上的处理啦。那我想说先。对，我觉得可能还要比较细致讨论，是，所以我们是不是先处理这个八十小时以上的部分，就不用特别来报告这样子，好不好？我有事情奇怪，车子，我们在说加班费，不是因为它原则上是一样的，是一样的，车子是立法院的，这个加班费是不一样的，这
这样各位委员是不是能够同意我们先处理这个超过八十小时的部分就不用特别报告，然后留用的部分我们先再观察一段时间，好不好？我来跟委员报告了。我这里跟委员做一个说明了，因为他就遵照原本的协议。之所以会让委员超过八十小时，也是我立法院同意派车的。就是说我们并不会拒绝说是委员超过八十小时就不能派车。问题是什么？今天假如今天刚好都车没有用，我们不派也说不过去嘛。所以我们是服务委员，那一部分是因为确实因为经费稽核委员因为决议要我们报出来，我们才报出来。是，所以我们刚才说，所以我们不报出来，我们可以遵照办理。我们就不特别提出来这样子，因为没有他们是执行端了，因为这也是当初委员会的决议的话，他们其实是执行端。那我们现在就是先处理这一条，说本届就觉得说可能不用再特别在会议上提出来，是提出报告这样子，好吗？好，不用，那你去算一下。算一下相关的行政或者是收费用的部分。好，那各位委员还没有什么各位委员还有什么建议要提出来或是提议吗？要公布这个给我们机会委公布地址干有没有之前的以前对他以前会决议这件事情想了解一下当时的这个是委员在经会稽核委员名的决议啦。那当然每一个委员他之所以提那个案也经过通过，有当时不同的背景，那背景可能有一些什么原因我们不好在这边细述啦。就是说因为那个会议资料没有，那个就是决议，我们当初只是规范说使用时数，就是说因为我们规定八十小时嘛，那有人可能就是说你对于立法院的规范里面可能还是派，我们还是会派，可是有人派很多，公布出来以后，可能有些委员认为说对他的形象会有影响或什么之类的，可能就会有所节制，类似这个样子啦。多少才会考虑到说那个经费的运用是不是妥当，这个部分可能有这样的原因，所以那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决议。是，嗯。好，那各位委员还没有其他的建议或是提案？建议哦。就是说其实我们只是在监督嘛，哈，就是应该就给我们一个简单的数字，平均几小时，那有几个人超过八十小时，了解一下，就算才三个就没有什么好管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统计上的数字可以先匿名嘛，因为他可能是担心滥用嘛。这个是没有吧，这个是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当时当时间我要讲我们两个在家结束因为我贵文嘛，我们非常乱搞，我们有工作模型的啦。那我们先请他请，可能先请整理一下相关的数据，那我们再讨论说需不需要了。就是超过一百不让他用。我们没有，现在没有办法再放宽。等一下，他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车是有限制的。对。那我的想法就是说，你要不想救，八十就不要让他借了，然后另外就不用帮助他嘛，是这样。不过这比较难，就是因为刚才提到说因为选区不同，我们还是希望有委员像陈委员还是希望说保留这个超过八十可以用的弹性，那主要是看总额，如果总额使用都超过的话，可能就我们再来做调整。对啊，但是就是说让他们去研究嘛。跟范委员可能请他们先确定说总额加起来是不是够，因为可能有些人少用，有些人多用，如果总额其实还在，可能就不用特别对这个八十小时做限制。是，那如果说整体使用量其实都偏高，时间可能要加或者是要可以留用啊，让他们先研究一下。是，给我们数据以后再好，再请下次会议的时候能够提出一个简单的说明和报告这样子。嗯，那各位委员还没有什么意见或是提案？如果各位委员这边都没有意见的话，我们今天会议就先到这边，谢谢。好，感谢，谢谢。我来收下，来，谢谢委员。